原文再续，古仔继续。今日一开讲呢，时间已经跳咗下，去到宣德五年，宣德帝朱瞻基突然间要人揾翻郑和翻嚟，亲自召见佢，并且话俾佢听，即刻组织远航，再下西洋。呢一铺呢，佢哋上次航行呢，足足七年咁耐，好多准备工作要全部重新做，好艰巨。但郑和依然好兴奋，因为他认为新皇帝是会继续永乐大帝的位置，不断继续下西洋的。事实证明郑和太过天真，对于朱瞻基而言，今次的远航是有另外的目的的。朱瞻基为什么要重新启动这个航海计划呢？原来经过几年时间之后，这个新科皇帝呢，终于稳固了个皇位啦，咁亦都咧希望能够君临万邦啦。咁但系问题在于万邦好远噶嘛，又唔通公路系嘛？你要人哋嚟朝贡，咁你要话俾人哋听先得噶嘛。所以谂嚟谂去，只能够再次启用郑和，目的好明确，话俾所有人听，皇帝啊轮流做，而家轮到我朱瞻基啦，你哋快啲过嚟拜见一下先。咁我哋唔理阿朱瞻基嘅目的何在啊，反正呢个时候嘅郑和呢就好幸福嘅，因为终于有机会去实现自己儿时嘅梦想。咁但作为皇帝嘅臣子，郑和嘅第一个任务就要完成国家交俾佢嘅重任，而佢嗰个强烈嘅愿望呢就只能够埋藏喺心底。唉，从几岁嘅僆倾到家阵老爷啦，佢一直有喺度等㗎，而家系时候啦。宣德六年十二月，郑和又一次出航，佢望住嗰班跟了自己二十几年的熟客和老船工，想起当年第一次出航的情况，感慨万千。他拧翻转头望了一眼大陆的海岸线，个心里面充满惆怅和喜悦，又要离开自己国家去异国的彼岸，和前六次是一样的。但是郑和想不到的，今次的这个回望将是他望向祖国的最后一眼。咁郑和的船队呢，首先亦都是穿过这个马六甲海峡，将消息传递给各个国家，然后再穿越这个万德海峡，沿红海北上，去紧郑和几十年来日思夜想的地方——麦加。伊斯兰教派呢就有三大圣地，分别就是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其中麦加呢就是第一圣地，因为伟大的穆罕默德呢就在这里创立了伊斯兰教。所以穆斯林一生最大的荣耀呢就是要去这个地方朝圣。不理你什么种族、什么出身，你坐船又好、坐车又好、行路都得，只要你是穆斯林，只要有一丝的可能性，就一定会来到这里向圣石和真主安拉吐露你的心声。那郑和现在就终于来到这个地方了，虽然他都是一个很优秀的航海家，虽然他是一个开创历史的人，但这个 moment 他只是一个很普通而虔诚的穆斯林。他终于摸到那块神圣的圣石了，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了。这个是一次长达五十几年的朝圣之旅。五十年前梦想开始，五十年后梦想实现。而这个也都正是郑和传奇一生的轨迹。
好似有啲單單地㗎嘛，唔需要唔需要啊，因為我覺得鄭和其實死得眼閉嘅。咁而家呢我哋重新返到呢個永樂大帝嘅時代。話說喺呢個朱棣嘅統治底下呢，國泰民安，收書啦、遷都啦、遠航啦，呢啲咁嘅嘢全部有條不紊咁進行住。呢、這個時候嘅中國好威水，係全亞洲乃至全世界都最強大嘅國家之一。因為同時代嘅即係譬如東羅馬帝國呢就已經死下死下㗎啦。英國同法國呢就喺度打緊百年戰爭。哈布斯普家族呢就外強中干，德意志帝國呢就四分五裂。咁所以如果計埋呢啲呢即係我哋甚至可以即係頭先嗰個之一都唔要添嘅，就唯我中華最強。嗱，我哋好多憂國憂民嘅朋友呢好多時都會提出一個問題，就係點樣先可以獲得其他國家同埋佢哋嘅子民嘅尊重呢？咁其實嘅答案好簡單，就係國家強大，你自己本身嘅國家一定要強大。明朝呢個方面呢就係一個好典型嘅例子。自從呢個元朝中期之後，國力衰退，原先威風凛凛嘅呢個蒙古帝國呢已經成為一個空殼。唔單止佢哋自己知，好多國家都知，所以佢哋呢已經唔再嚟朝貢，甚至斷絕埋聯繫添㗎喇，係你個窮親戚你咁樣。咁但自從朱元璋接手呢個爛攤子之後呢，國力就漸漸強盛返，去到朱棣繼位，大明帝國簡直係扶搖直上，威名遠播。嗰啲失蹤曬嗰啲好耐嗰啲咩各國使臣呢又出現返喎，進貢嘅進貢，朝拜嘅朝拜。不過你千祈唔好以為佢哋真係當你做偶像，須知道佢哋過嚟進貢朝拜之後呢係會逃回報嘅。所謂嘅咩錦衣呀、沙羅呀、金銀細軟之物賜之呀，好多著數㗎。如果你個國家唔強盛，冇錢塞下佢呀，你睇佢過唔過嚟拜你。咁之前我哋講過，洪武年間呢朝鮮做咗明朝嘅屬國。自此之後呢，朝鮮國家入邊呢但凡咩策立太子呀、國王登基呀，冚唪唥要過嚟話俾我明朝皇帝聽，獲得我皇帝嘅許可同埋正式册封先至可以生效嘅。咁自從永樂元年開始呢，新任國王李方遠呢就開始派使臣嚟中國朝貢。呢、這個慣例呢是兩百幾年都一直冇變。而喺鄭和落西洋之後呢，就好多東南亞國家呢亦都前嚟朝貢喎。不過其中某啲國家嘅朝貢方式呢就好特別嘅。嗱，你按道理講啦，係咪你即係朝貢，你派個大臣做個使者咁過嚟得㗎啦。咁但係有啲國家嘅使臣呢竟然係佢哋自己嘅國王。吓、啊、咁就好明顯想公費旅遊呢，係咪根據統計，就在永樂年間啫，同鄭和下西洋有關的東南亞國家同埋啲非洲國家嚟我哋中國訪問的三百幾次，即係平均每年啊十幾次，真係盛況空前嘅。嗰啲咩文萊啊、滿勒加啊、蘇禄啊、古馬納朗國啊，係次次過嚟中國帶隊嗰個都係自己國王嘅。咁而且呢班國王嘅來訪呢就唔好似而家我哋今時今日啲國家元首去訪問咁樣㗎喎，即係忙到死住得三幾日嗰個都算長㗎喇。佢哋唔係嘅，個個嚟都住個零兩個月嘅，帶住幾百號人又食又玩，嘩開心啦，仲唔係呢個觀光旅遊團。咁仲得人驚嘅仲喺後邊，喺呢個過程當中呢居然就有三個國王呢就喺訪問期間就喺中國病逝。咁令人難以置信嘅就係佢哋竟然係咁傾慕我哋中國嘅。佢哋喺遺囑嗰度寫明呢就話我要葬喺中華大地，嘩真係好鬼死俾面。咁而明朝政府呢亦都好尊重佢哋嘅選擇，按照親王嘅禮儀呢就厚葬佢哋。大家真係要諗下，貴為一國之君，死咗之後唔願意返鄉下嘅，寧願埋葬喺異國他鄉嘅中國嘅。我以己度人，即而家放眼全世界呢就真係未搵到邊笪地方呢可以令我想咁做嘅。唔好話外國呀，外省我都唔係好制啫，我寧願埋返廣州啦，即如果有個日嘅話。
咁所以可见当年嘅大明呢係几唔有吸引力。而讲开朝贡呢样嘢呢，另外一个亚洲国家嘅朝贡呢亦都值得讲㗎喎。呢个国家呢就係近现代同中国打好多交道嘅日本啦。永乐元年，日本嘅实际统治者源道义派遣使臣过嚟中国朝贡。咁当时朝贡嘅国家就好多嘅，大家都相安无事嘅。黑偏偏就係呢个日本仔嘅朝贡团呢就出问题㗎喇。咩问题呢？咁当时明朝政府呢就係允许外国啲使臣呢就带兵器嘅。咁但係呢班咁嘅日本朝贡团呢就唔同其他人㗎。佢哋唔單止自己带佩刀，仲带大量嘅兵器入境。带咁多入嚟做咩呀？想抢嘢呀？咁又冇咁夸张。佢哋带埋嗰啲大量嘅武士刀呢就喺个市场上度卖。即係諗住赚啲外快咁样。咁點解賣武士刀呢？因為估計佢哋可能都冇咩其他嘢好賣。咁按照今日海關同埋工商局嘅講法呢，就係呢種行為就屬於攜帶超過合理自用範圍嘅違禁品，仲要喺冇經營許可證嘅情況下擅自出售，係要處罰嘅。當時嘅大臣李志剛呢就建議將嗰啲違禁者捉起身踏幾日教訓下佢哋咁㗎喇。咁但係呢個問題上呢，阿朱棣顯示出呢個好開明嘅態度。佢認為啊，日本人不容易啊，冒住呢個啊跌落海喂鯊魚嘅危險，山長水遠過嚟一趟好艱難㗎嘛。好啦，咁就批准佢哋公開喺市場上賣下兵器啦咁樣。咁可能有啲朋友已經注意到，我哋頭先介紹嗰陣呢就冇讲过咩日本国王同埋日本天皇嘅，而系用咗一个词叫做实际统治者。咁因为以后咧，我哋仲会同呢个叫日本嘅国家咧打好多交道，咁所以喺度咧，我哋就首先解释下呢个称呼嘅原因吓。咁而家咧，我哋暂时啊离开明朝，进入呢个日本历史先。喺日本咧。天皇就一直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来的，但是天皇实际统治的时间就不长的，真正的实权呢往往就掌握在那些有地或者有兵的大臣手入边，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统治者。但是去到公元十三世纪那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令到这个倾向呢就进一步深化。这件事呢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源平合战啦。源同平呢就是两家人嚟嘅，都是日本著名的武士家族。咁当时源氏嘅领军人物阿源赖朝呢就喺佢细佬日本第一传奇人物源义经嘅帮助底下呢就打败咗平氏，就获得日本嘅统治权。咁阿源赖朝呢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嘅政治家嚟嘅。后来的德川家康呢都一直封这个人为偶像的，他就为了更加好地控制政权呢就在京都之外的地方建立了幕府，作为这个武士的统治基地。咁由于幕府呢就建了在镰仓这个地方，所以日本历史上呢就叫做镰仓幕府。源赖朝呢还给了自己一个特别的封号，就叫征夷大将军。这个就是后来日本历史上所谓幕府将军的来历了。而那位在永乐年间过来朝贡的源道义呢就是当时的日本将军。当然了，在明朝和之后的清朝史书里面呢是找不到这个日本将军这个称号的，因为对于这个即来历这么复杂又不清楚的将军，中国的史书就没理那么多的，全部都叫做日本王。也的确是啊，是吗？即是你名分咁鬼乱咁复杂，你日本人自己嘅事啫，我哋理得你咁多，但凡叫得通就係啦咁。咁但係当时呢喺呢个强大嘅明朝面前呢，日本方面都仲係表现得比较友好嘅。永乐三年嗰陣，日本国呢就派遣使臣向明朝进贡。咁呢个时候中国其实沿海一带呢已经出现咗好多倭寇，经常周围打家劫舍杀人放火。阿朱棣呢就好鬼火滚。咁大大声咁質問嗰啲日本使臣，搞咩呀你哋吓，冇管到啲人嘅咩咁樣。仲要佢大說話返去，要你日本好好管管呢單嘢。
咁呢番嘅辞令呢，如果换成今日嘅外交语言嚟讲呢，就应该系：如果你日本仔唔管，由此造成嘅一切后果将会由日方负责。如果按照朱棣嘅性格直接讲呢，就系、是：若果你唔理，我就帮你理。咁当时嘅日本将军呢，就系个聪明人嚟㗎。佢完全明白阿朱棣呢番说话嘅含义，即刻就出兵剿灭咗嗰班搞搞震嘅人。咁并且好识做喎，仲将其中带头嗰廿个呢就送咗过嚟中国呢边。咁朱棣见到就啊好满意啦，係咪？既然你识做，我亦都俾足面你。呢廿个人算啦，你哋自己带返去处理啦咁样。但朱棣諗唔到嘅就係呢，当个日本使臣行到宁波嗰陣呢，哈，佢居然自己觉得呢班人哈带嚟带去太麻烦啦，又压钉仲浪费粮食，就地将佢哋解决咗，仲係用一种比较特别嘅方式，叫蒸杀之。蒸呢就是、蒸鱼嘅蒸。咁呢种杀人嘅方式呢，就到底係咪即係鑑生蒸死嗰班人呢，咁就真係唔知道。咁但從呢件事就可以睇出，当时嘅日本呢都仲係好识时务嘅。但可惜好景不长，冇几耐之后，明朝呢边派返使臣去日本嘅时候呢，呢、這个日本将军居然私自扣押明朝嘅使臣。咁从此之后呢，日本亦都停止向明朝进攻，两国关系陷入低谷。咁呢啲后话我哋慢慢会再讲吓。咁反正总体而言呢，当时大多数国家同明朝嘅呢个关系呢都係好融洽嘅。咁而喺明帝国嘅西北部呢，西域嘅好多国家亦都同明朝呢係恢复咗联系，并且向明朝朝贡。这个时候的明朝疆域虽然就不够元朝大，但亦都已经呢北边就去到蒙古，西边就去到西域，东北边呢就控制了女真族，西南边呢就拥有了西藏，并且朝鲜啊、咩安南啊，这些全部是我们的属国，所以个影响力和控制力呢就真的远播四方。这么辽阔的疆域，这么大的影响力，当时的大明已经可以成为同汉朝同埋唐朝比美嘅强大帝国。而喺大明帝国嘅统治下，百姓终于摆脱战乱同埋流浪，唔使再惊啲异族嘅侵扰。因为呢个强大嘅国家足以令佢哋可以好自豪咁讲：我係大明嘅子民。咁虽然呢个明帝国呢就真係好强大，但过嚟捣乱嘅隔离邻舍呢都仲係有嘅。听日同大家讲西南边疆有阴谋啊。